化持续膨胀，地球将被吞没。为了生存，人类倾尽所有，建造一万座驱使地球前进的行星发动机。他们挖这些山干什么？做燃料呗，重聚变发动机技术，说白了就是烧石头。哇，行星发动机！每座推进式发动机高达11公里，将为地球提供共150万亿吨的推力。这不是最大的吗？赤道上的转向发动机，那才是真正的巨无霸。一万座行星发动机全功率开启，祝你好运，驱使整个地球离开太阳系，正式踏上流浪之旅。祝地球好运。发动机点亮的是全球35亿人活下去的希望。这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像心跳。警告，行星发动机组故障，数量121座，数据修正1112座，数据修正3319座，数据修正。